近日，陈飞宇带着工作人员现身北京机场时，不仅套上了军绿色大衣，还戴好了超保暖的黑色围巾。港真这般接地气的冬日穿搭，要搁我们身上，简直分分钟就穿成球了。可咱陈飞宇同学却靠着一双逆天大长腿，深深将其穿出了偶像剧风。果然，长得帅就是可以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呢。来到接机大厅，陈飞宇戴着口罩，将手插在口袋里，随着人群慢慢向外走去。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遇见粉丝拿着手机拍自己时，陈飞宇还是超有礼貌地对着粉丝点点头，表示感谢。在行走途中，也一直贴心地用眼神扫向粉丝的镜头。这般现场体验与自家爱豆对视的绝美画面，一眼万年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出了机场，陈飞宇露出一双无辜的大眼睛，站在粉丝前让其拍摄。直到自己的车来了，才挥挥手跟粉丝们告别，随后离去。